对不起，中文部，中文过来的咪的。今天呢，我要去野餐，因为韩国人喜欢在公园吃炸鸡配啤酒，真是台湾最好吃的炸鸡就是烤鸡。烤鸡又是炸鸡？对，烤鸡。我们都是 chicken 啊，所以等一下买烤鸡，然后去阳明公园吃烤鸡。但是今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，就是其实你知道吗，很多人留言还是 IG 私信给我，我看过迷嘞，我看过你那边你走路，但是他们都不会跟我打招呼，所以我没看过我订阅人呐、啊，我的粉丝，我的粉丝吗？所以我真的好奇我的粉丝都是到底是谁，我觉得有感谢你们，所以我请你吃烤鸡，我们一起吃吧。所以等一下要买烤鸡，我已经订好了。我要去野餐之前 IG 上传 story， 看会不会有人真的来呢。真的不会，如果不会的话我要吃完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拿烤鸡。我累了，我要拿我的烤鸡，我已经用手机叫好了，因为我到现在没有吃饭了，你知道吗？女生没有吃饭做饼干，我不能忍耐，所以我用这个店的网站很方便。我现在太超饿，这边一直有烤鸡味。那为什么你要选这间店？因为你知道吗？这个老板算是我认识的。不是，他们信息给我可以帮忙写韩文吗？所以我想看我写的韩文菜单，而且有没有我写错。我肚子饿，赶快去吧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已经订了，我叫你嘞。OK， 好的，你就在这边。这个胡椒粉跟辣粉、还有餐具都在里面。我的老板，你怎么知道我信息给我，对不对？看你们那个吃芒果那个啊，吃芒果，吃爱文啊，对对对，订阅了吗？订阅了啊，订阅了，真的吗？按小铃铛了。我写的韩文呢？这是你写的韩文，看一下有没有错。看有没有错？没有吧，没有吧。韩国人喜欢吃这种烤鸡吗？这个比较特别，我觉得比较特别。我们的特色是没有刷酱，可是韩国的炸鸡都是有那个酱，对，很多不同的酱，不健康啦。像这是腌好的，而且蒸熟了，所以有些人不是在家晚上看 Netflix 吗？像你半夜想吃烤鸡，你就是这种的，剪开来解冻。直接放气炸锅，你只要把它皮烤，烤热烤脆就好。我买十个好不好？买十个干嘛？小爷当小爷，我想买这个。自己买。你一起带回去。你回去再对解冻之后，然后就不好意思，大大，过来吃这里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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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样很孤单。老板让你进来看。哇！就是在这个烤箱里面烤。烤第一个很花时间，第二个是烤的投入很大，像这个烤箱一个要40万台币，对，你一个炸炉可能就5万块就可以处理起来，这是很专业的那种烤箱，对，米其林餐厅才会有。哇，他在烤，被烤了。他很棒，是我们每天都会洗，每天会洗的像新的一样，所以第二天烤的又是新的。因为为什么每天洗？因为它自动会洗。他自己洗，所以每天烤出来都不会说累积一些不好的东西，这样比较兼顾美味跟那个健康这样。所以我会去吃哦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老板太好了吧，太人性了，大家拜托过来吃，应该很好吃吧，我感动了，真的。你们没有过来的话怎么办？都没关系，我吃得完。谢谢老板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我来了阳明公园，其实我以为现在没有很多人，但是，本来很多人野餐哦。这边还有这边录音，这边小孩玩。我现在呢，我等10点，烤鸡有点冷掉，但是还是很香。太想吃这个，哇，
差点被吃掉，不行，对不起。你是我的粉丝吗？干嘛？我的粉丝吗？诶，走了，不是吧？一般的鸡，一般的鸡两个，还有这个中文什么呢？这个几个崩云，很多几个云。老师，救我！啊，其实马铃薯球，快四点了，我们我要开动哦。这个先一般的鸡，超级大的，好香啊、哦！这个什么味道呢？嗯，有没有跳，而且不要那么这样油油的。现在好像台湾流行是很健康的食物吧？超好吃啊！然后它这个烤鸡还有那个饭呢，跟菜，对、可以直接当一餐吃饱。这个是很好的便当，我虽然不喜欢便当，但是这个可以，超好吃。为什么在韩国没有很多烤鸡呢？都是用炸的，可以了。筷子，嗯，好棒哦！你也想加入吗？你好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午餐。你是谁？不行，不行，哦，走了。你们不要吵架好不好？我的想象不是这样拍、为什么人不会过来就是流过来、很好吃，嗯，好吃。大家为什么不过来吃呢？有免费呀、谁谁谁谁丢脸。动物台喜欢我呢，是不是动物订阅我？都是动物，结果没有你的订阅人，就只有动物一直来。你们看，哇！你也觉得这个很好吃，对不对？我懂你的心理。如果我是狗，我也会过来吃。干嘛吵架？哇，台湾那么多狗。其实我之前在韩国常常夜餐，没见过狗过来一直闻我。烤鸡已经被雷中砸死。现在14:40了，还没有人来。为什么那么快？所以你应该是没有粉丝。有有有，这是狗。如果其实马铃薯，或者我真的是没有粉丝吗？我已经变很多东西。你们看，很多专辑。这个是腿吗？哇，好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你不要这样一直看我，我压力很大、你真的很好的狗，因为你不会放弃。这个人类要学，人类要不要放弃，继续跟着你们的梦想。我的家也有一只狗，它很白痴，它很容易放弃的狗，但是你不会放弃，听得懂吗？现在年轻人很容易放弃，这个狗很不错呢。哇，我真的好奇，为什么台湾狗那么乖？韩国狗不乖吗？不会咬人。台湾的狗性格比较好。因为我在路上很多什么几只狗，但是他们都不会过来咬。你要不要喝中沙子？这个很强哦。我第一次喝的时候吓到，因为这个不是可乐哦，知道吗？这个不是可乐，你从美国来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吗？有第一组人来了，是毛毛。毛毛，我的第一个粉丝。那只狗狗怎么在凑热闹？对，现在那一只刚才也跑过来。我豆豆给大了，对不起啦，呀，你太贱了吧？我们不是这种。啊，我们这次应该算失败了，完全没有粉丝。你们太过分了，不要说像很像鱼岛我，不要说我这样去，可以很期待。还是桃园的粉丝比较少，那我们下一次换台中好了。很多人讯息给我，哦，我也就在台园呢，这样没有关系。我明天也吃这个这些东西。
我预备来十个人，等一下吃晚餐烤鸡，明天早上吃烤鸡，明天午餐吃烤鸡，明天晚上吃烤鸡，对啊。对不起老板，我没有粉丝，我要加油，我要努力，对不起。啊，这个皮真的好吃，嗯，我喜欢这个皮，嗯，我吃完这个就要回家的。我应该一人可以吃一盘鸡吧，但是这个很饱耶，这邻居都没了，要搬家了。我们刚好等了一个小时都没人来，我忙完回家就好了。哎，你不要 ending， 你过来 ending 好不好？我吃完一盘的鸡了，这个剩下的跟家人一起吃就好。今天的挑战是就失败了，我因为真的有我的粉丝，我想要庆贺啊，因为真的谢谢哦，订阅我的频道，但是他们不要了，这个因为我是外国人，他们不想要跟我交朋友了。这个没有关系，不要乱说，不要欺负外国人好不好？没有人欺负外国人。我记得你们的 ID， 所以我不能给你烤鸡，是给你一个枪。好，今天到这里，我知道了，我 YouTube 上在哪里？我在这边，这里。我的夜餐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看我的影片。结果我这个很有名的人，谢谢大家订阅、按赞。我回家了，你又来了。拜拜。